萧恒的打，他是很有风度、很潇洒的。因为萧恒有个特别重要的道具是他的扇子，尽量多用扇子去解决一些武打的场面。打的时候也是不能够啊那种发力感。来，一二三，看，招招招，是的，好，再来，看，是招，大招，是招，看。上招，数招，拐上招，数。他是干嘛的？哎呀，我操！不要这个天气不好，招都不好，再来个。数招，数招，招数招，数。好，来，过了，特别棒。我没有你接不上的词儿。饼哎，对，太阳出来了。饼。小风。导演先要给点风啊。他，但这句啊，你说速克公是在审我，有一点生气，因为你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了，结果。不是小行，对，结果他还在问，他非要，我还是在逼他哈，我不是在逼他，关了哈，对，你不管，你是在逼他，就你想的是，我都开了这个口了，你明知道你为什么还要逼我，对不对？所以素国你是在审我吗？啊，对吧？之后你明说说，林玉荣，叶海贤，肖恒，林玉，林玉也行。那都很正常，来，但观众绝对想不到这是姜元博是谁？姜元博和薛芳菲两个人走在了一起，对。第五段是一单身，全景跟屏幕近景的和情绪跟花不是非洲多亮。我能最后大的一线，我能这样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，对，是吧？对，这样，就这样慢慢蹲下去。我蹲下去，蹲下去以后了，快保护我！然后他就过来了。那我也是笑的，惨不惨？多好的瞬间！小学生吓我一跳，肯定吓一跳的。吓我了，吓了。你那么一下下，哪来的？现在就不准了。待会儿下水，下水，下水，下水。没有，他没有吓我。你吓我？艾米，他给你个礼物。那个、送你个，好久没送你个礼物，存不下了。那什么东西？哎呀，失败了！好吓人！放在手里。失败了！我刚才本来想这样。哎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没挂住。行啊。失败了。他杀青了。还有谁？没了。上演挺像是吧？你俩干活麻利点，赶快去干活。这小娘子这个姿势是要跟哥哥跳舞啊，这是啊。打的迷路了，喝一杯去啊，我给你指个道。蹦蹦全场最佳苏哥他干嘛了？快这么厉害，这么厉害，不拉好歹。